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小男孩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先给你取个名字吧。嗯，叫什么好呢？布迪诺。不好。皮迪乔。匹诺曹。匹诺曹。匹诺曹。好，就叫匹诺曹。老人啊，帮助过那么多的人，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。
仙女姐姐，我现在变成真正的小男孩了吗？对对，他变成真正的小男孩了吗？不，你现在还不是。至于以后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小男孩，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。我自己的努力？你要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，否则我会收回我的魔法。诚实的孩子，为情连朝百种不容易，你必须学会分辨对与错。对与错，我怎么知道？连朝百种，你的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行。小蟋蟀，你好像明白了，你要帮助匹诺曹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想让匹诺曹去无锡最好的幼儿园协和双语国际幼儿园学习本领。邻居们，我做了好多玩具，你们来买吧。啊，你们闪开一点！
我要回家，我想我的爸爸，想去幼儿园上学，你可以让我去玩家吗？想出去来玩，留下来给我挣钱，你就是我的摇钱树。再喊，你把火柴烧了。哼，我要找我爸爸。爸爸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小蟋蟀，小蟋蟀，快救我出去！马戏团长是坏人，要把我吓到。快想办法救救我！我要去找我爸爸。他们的样子很臭，好可怕呀！匹诺曹，谎言就这样越说越大，最后就像你的鼻子一样明显，你说是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，一定做一个诚实的有良心的小孩。好吧，那就再原谅你一次，心理姐姐。那么现在我成为了真正的小男孩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我们请黑猫警长来帮助你回家找到你的爸爸吧。是的，黑猫警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我的爸爸。是谁带你到这里？是那只该死的狐狸和猫，还有那个马戏团团长，他不让我回家。白鸽侦探，我们出发吧。Yes sir。 哦，这边关了门了。话筒来在哪里啊？我